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修远，你们可以叫我阿仲。那于是我昨天被朋友鲍鱼点名要挑战感受渐冻人的滋味，然后所以我今天来点想要跟大家不一样的。那我今天来到了洗车场，那我先会让我自己让四只高压机来帮我按摩一下，最后我再淋上我的冰桶，超级冰，你看一下，满满都是冰。对，那接下来我想要点名下次三个人参加的有阿冰，有阿杰，有再就是我们社团里面最色的秋本。靠杯。希望赶快尽快挑战24小时以内哦，靠北。